像这个腰包，我觉得它是一个，就是他们走的这个造型是有点像迷宫的设计，然后有这个皮卡丘呢在这边跑来跑去，我觉得带来一个年轻感、年轻化，然后很适合有时候去爬山或什么背一下的。你平常是有在看 Pokemon 吗？小时候吧，小时候有，对对对。那最喜欢的角色是？就是皮卡丘啊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这么可爱。你是很多天没出门是不是？没有，最近有去健身房。最近心情还好吗？因为大家其实都蛮关心的。心情我觉得当然会没有那么好。然后我觉得关于感情事情，女生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女生，然后也不希望个人私人东西来影响到工作或者是干扰到她。对，像当然今天来到这个 Longchamp 的活动，最主要就是来玩，然后搭配了一个太空影的高跟靴，最主要是这个经典尼龙的手袋。想要仔细看每一只的皮卡丘，因为它每一个都不一样，每一个表情都不一样。对，那看起来都超疗愈的。所以平常是可以拿这个包包出门的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因为它的 size 刚好就是我喜欢的 size， 不会太大，也不会太小，然后装我任何东西都刚刚好。你里面都装些什么？可能基本上有手机、皮包嘛，最主要的，然后还有保健食品啊。哇，你会带保健食品出门哦？会。现在看你状态蛮好的，还有要继续减肥吗？谢谢。会吧，会努力吧。因为感觉大家还是喜欢就是很瘦的样子，对啊。会不会太瘦就是对身体不太好？对身体不太好，应该还好吧？我觉得要健康瘦啦，所以我应该要增加的是我的肌肉。因为这个活动就是这个耳朵是主角，然后带皮，不是我超不是，因为全场的女明星没有人戴这个耳朵了。在试妆的时候，我就想说我想要戴上这个耳朵，因为他们要跟这个品牌联名，我真的非常的兴奋。对，然后我今天全身其实只差一个颜色，我就是宝贝球了。我擦白色就是宝贝球，但是因为它的包包呢，细节就是红的、黑的、白的，就是宝贝球本人。如果你这段是白的就可以，偏偏这段偏黑。在那个 People 太郎合作啊，然后压力大，让你这样在现场嘶吼，对，可以示范一下到底怎么吼叫吗？就是哈这样子。对，就是因为这样子可以放松放松，让自己不要那么紧张。然后今天这次可以跟皮卡丘融为一体，我觉得非常的开心。跟宝可梦这个联名，其实在现在年轻人心中都会觉得哇，很兴奋，很有趣，是一个很新鲜的结合。你希望这个包可以装得下你的金马奖的奖座？可能可以装下三个之类的。哇，拿奖哦。我觉得这个角色非常棒的，然后对这个角色很有信心。能不能拿奖就交给命运，没有关系。